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现场观众互动的时间，在我们的主唱团队来到我们台前，为大家介绍几位今天喜语会的贵宾。好，请来到我们的前方，我们即将也会有一些和现场观众互动的时间，在我们的主创团队来到我们台前。我也要再介绍几位今天喜语会的贵宾，其中第一位，我们来介绍刚才在电影当中也有看到的特别演出，喜翔大哥今天有来看电影，请为他掌声鼓励鼓励，以及要谢谢满满鹅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林伯翰先生，文策院文化金融处副处长周秀梅女士，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电影监制饶子娟总监，谢谢您的支持。云梦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赵小燕总裁，欢迎你。也要谢谢今晚星光首映之夜大力赞助的品牌 Catch， 我们谢谢营运总监陈永石陈总监也有来到我们现场。好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唐乐哥，我们带队先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，跟所有的观众，在我们首映之夜之后呢，请往前到第一排，我们先来一张大合照，到时候在我们的官方平台都可以看得到你们哦。好，工作人员来引导这个站的位置，正前方是我们的官方摄影。来，我们一定要有些手势啊，首先来个一个小爱心好不好，你们的爱心，你们的祝福。9月15号的时候，这部电影呢正式上映咯，从台北出发，我相信全亚洲好多的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好，我们中央的官方摄影，好，再给大爱心好不好，就是不要挡到后面的人哦，有爱心那后面的朋友可能也想要在自己的这个特别的感觉吗？哇，他关键字说的特别慢，对不对？还有怎么样，有 NG 了多少哎呀，好的好的，那我们就麦克风交到你口中的忙到我啊哎啊，不是那个，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啊？感觉是什么？对，感觉就蛮紧张啦。对对对对，因为也真的算是第一次这么这样去尝试这样的一个行为。然后在荧幕上，然后就有漱口，对，然后也有老师在旁边指导。对，是是，全程会有老师跟着，所以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，希望行为是，对对对。他到底讲好不浪漫啊，旁边有老师哎，我们有没有看到？真的，我们很专业的，真的。剧组有请一位亲密教练来，对，亲密指导，对，来指导我们，就是我们。很清楚每一个动作要怎么做，然后一经过啊，就我们哇，一经过也已经解答了，对不对？导演要不要补充一下？这个很喜欢他们的互动，所以导演就给他们开一个过。对啊，一次 OK， one take。哇。希望有回答到，一次回答你两个问题。那各位江堂朋友们，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什么？专业，对不对？两位专业的演员，专业的指导，有一个一看就过的画面。good job。好，还有第二个机会，有没有人要发问？后面有位男生，让你举手，是不是？举很快，来，工作人员，请帮我跑麦。好喽，记得刚才的关键字是什么？专业 OK， 两位专业的演员，好，喜欢他们的互动，最导演有什么建议？对啊，一次 OK， one take。哇！好，希望有回答到，一次回答你两个问题。那各位江堂朋友们，这个问题的结论就是什么？专业，两位专业的演员，专业的指导，我们一看就过的画面。good job。好。还有第二个机会，有没有人要发问？后面有位男生，让你举手，是不是？举很快，来。工作人员，请帮我跑麦。好喽，
记得刚才的关键字是什么？专业。好，欢迎你的发问。喂，我想问一下导演，那个最后结局那个三段故事都带出一点片段，那个时间轴是怎么去安排的？好，谢谢你。哇，导演这个问题就很专业了。三段故事串联成电影，在三季的时候，时间轴，时间就是在梦里面。没有，其实我希望就是这个时间是交错的。本来最重要的想法是，从走到故事走到结尾的时候，跟开头有相呼应啊，这是第一个想法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没这句话，每一段里面怎么样，就是经历过一些挣扎，有什么样的情感，所以在后面有一些交代。那至于哪一个发生在哪一个发生先，哪个发生后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交错。他没有一个没有，就是不需要去找到一个清楚的逻辑，但是就是在这个三组人，他们在这个大城市生活里面，他们都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相互，他们的生命都可能相互交错是这样子一个感觉。好，谢谢你的提问，相信也是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们会去解构电影的。最后面我把握着非常精彩的时间，就是张涛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好伙伴们在你还没来到台北之前，第一波的宣传，他们开始都有提及你，我们的影帝戏剧以后，我们都还有学习你的 MV 舞蹈。你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今天难得全部都全员集合，导演，我们这个团间这边。你先来看他们三位的动作如何，来，你再看一下，来，请看一下，张涛你要一起啊，看看他们怎么样，来，对，教一下，三二一，待会有你喊 action， 张涛涛的这个 MV， 他的动作就代表我们的票房希望如滔滔江水一样，好不好？越来越旺，好。大家要一起录下这个 IG Story， 介绍给大家，我们的票房就要如滔水般不断的涌现哦。导演，听你的发令喽。Action！祝福我们的票房就像滔滔江水一样越来越涌现，像唐老哥说的破亿都破亿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参与今天晚上的盛会，也再次的给所有的主创团队最热情的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。好，谢谢，欢迎张涛。
的首部电影主持跟第二部啊，都是您监制的。您在台湾电影圈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影响力非常大。现在马上要上映了，有什么话跟大家说吗？我非常高兴今天这么多的香港朋友飞到台湾来，好像今天到了香港一样。因为我以前只有听到过说铜锣湾变成江涛湾，那今天好像西门町变成了江涛町。我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的热情，然后我只能说这部电影呢，余胜义导演很优秀的一个年轻导演，然后在MN2 的带领的所有的投资方的支持之下呢，让我们这部电影能够在纽约完成。那我们去年五月在纽约拍的时候，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。那所有演员都是最好的组合。那我希望你们能够除了在电影院外面喊江涛哇这样之外，能够多进几次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，好不好？那最后呢，我要代表台北市政府谢谢你，是因为你们来了之后，在台北市吃，在台北市住，在台北市玩，非常感谢，带动了整个台湾的经济。你们要不经常来，我因为会经常跟江涛合作，好不好？因为刚才那一次呢，他们都说，我本来是说一个人包一场嘛，他们说一个人包三场，我现在担心包场子不够。导演，这是你第一部剧情长片，现在心情如何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快昏倒了。现在吗？千万不要，还没开演哦。太开心了。很开心，很开心啊。对，可以把就是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的一个寂寞的心声，然后可以带给我的家乡的观众朋友，所以我觉得很感动，然后觉得有回家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拍电影就是把故事讲给分享给观众听，所以我真的很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的经验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，一定会喜欢的，进到戏院当中来分享这个感动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请问嘉文，因为你的戏呢主要是跟江涛对戏，对不对？前面要怎么样培养默契的部分？其实一开始知道是江涛的时候，我是有点紧张的，是紧张这一边会他们很好的，但是我们一见面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要培养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乡，是就剧组是美国人跟台湾人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就香港人，然后一开始就不停的说广东话，就聊得很开，反而有一点就像是剧情他乡遇故知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都从香港到那里去。对，谢谢陈耀。接下来呢，想请问一下江涛啦，要不要先用广东话跟大家打声招呼？还有直播的朋友哦。哦，你们好有秩序哦，不然他就耍。Hello， 打好粉啊，打好。剧中呢，你的角色有很多舞蹈演出，你本身就很会跳舞，但是为了这个角色，你有特别再去挑战什么，或是让自己具备一些不同的学习吗？都可以，你用华语也可以用广东话。没有啦，因为本身其实我真的没有算很在我们团队里面，我真的算跳舞还好这样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有特地去练一些popping 啊，一些 locking 的一些课程，想用那个样子，想要贴合那个角色多一点，对对对。在更精进自己的武艺。好，接下来这一题呢，我是帮各位粉丝问的，因为这是你第二次来到台湾宣传电影相关作品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特别想在台湾做的事？啊，吃东西，那当然啊，他一定会吃东西啊，对对对对对。他们是想知道你要去哪里吃。还没想好，对，但是有几个类型的，比如说像牛肉面啊、火锅啊那些，可能都会有机会的话，就会去尝试看看。好，所以呢，台北有名的牛肉面的小吃，待会呢，大家可以在那边 waiting 这样子。好，谢谢江涛，这样。